还是换回去造型哦。我觉得换另外一个造型，我会弹得比较好。造型一定有差。你看对面那台车用的什么造型，那么丑，他一定弹输我了，他不会赢。接下去送一送了。你看，造型有差、啊，差700经验。你们刚好看到我们雪莉空大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空大吗？因为他没买造型。靠呀，他把我家拆了！哇，你也是人才。没造型的都会空大，在乎买造型啊？造型的差距啊，我相信很明显的，好吗？用那个什么一年前的造型，丑得一匹一匹的，什么成为官方推荐实况组，什么行销管变强。公阿小，我是为了你们好，我不是来卖东西的，我是来交朋友的。抓到你咯，小木桶，没女友只能在家宅宅玩 game。 你在说你吗？好可怜哦，没有女朋友没关系啊，你可以看健身的直播，不要难过啦哦。我相信聊天室不止你一个啦，你很勇敢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好吗？不要哭。靠，你动起来啊，都把你打退了，走嘛，你也是单身是不是啊，朋友？你在哭吗 ？Are you crying？看健身直播交到你们，交得到，交得到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交个朋友，交友平台啦。哇，帅耶，这个女。靠呀，帮我打个牛啊！啊，一个玩李阳，一个玩邪鬼。这是只能靠我，台服最后希望。再来解释一下，我们的邪鬼可以做些什么？你到底可以做些什么？猫咪大冒险，送爱心。靠，你要不要丢炮台出来？不要有李阳，不要。哦，那么傻呢？
哇，这蝙蝠，我太瘦了吧。我喊你腻了，我知道了，输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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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了啦，杰森，我是男生，我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 ，I don't like you， 请你是女生才留言好吗？我不想看到男性的留言。我靠！要把墙壁轰掉，轰掉我们会比较好打一点。轰掉，哇，他很灵验呢，阿峰说轰就轰。是呀，我们组合不太好啊。Why you change？ 他生气啦，他骂队友，他说坏。为什么你要换角色？我帮你们翻译，你们一定看不懂。他说 ：“Why you change？ 为什么你换角色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换？你以为你自己很强是吗？你以为你是剑圣是吗？你那个邪鬼，到底在修啥？玩的什么大便？”然后这个不敢讲话，他就觉得哦，对不起嘛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啊又不小心点到啊，你就要这么凶，游戏而已嘛，你凶什么？不是故意的。刚刚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了，我知道你们看不太懂他们想要表达什么，那个文言文哦，那个只有打一两句话，我知道你们没有办法理解他内心的澎湃，我帮你们讲出来了。我看到蓝蓝的了，是谁抖内我？靠，啊，怎么不是我？什么给圣吉萨的圣诞礼物？欲擒故纵，明明就是想给我，一直不好意思说而已吧。我都懂啦，没关系，我都懂，不要害羞啦，不要害羞。哈哈哈哈哈！对不起。
他说可以把他打死，他不打了啦，他退掉了。看看，把人家弄退了啦，你们看，就跟你们说，不要动不动就空打。你看人家现在不打了，你怎么办？不打就不打嘛，不打，那我也不打啦。下次你不打，你要先讲。太早开了呗。没关系，靠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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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真是给娃娃脸和脸，这样才对嘛？给什么 Lisa？ 我进了。给球一点 respect 好吗 ？PIT 去。我保护你。鞋柜是不是在雷？我看了什么？这是圣诞礼物吗 ，Primo？ 你也懂得给惊喜。我刚把平板放下来了，不想赢都不要赢啊！我赢嘛，你们不要赢，我赢啊！啊，太爽了吧！